的，大家要走对地方哦。你的右手边是21公里，左手边是12公里的。12K 的参赛者，你们来到。其实有一个是有关于我们的时间倒数，现在还有24分，哦，是来到23分喽，23分55秒。随着它开始进入倒数，我们就要即将启程我们的第一次国道路跑。右侧是21K， 左侧是12K 的选手。会的总监，我们的唐靖川总监来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好，谢谢。这一次我们的第一次哈，我们国道第一次的路跑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江启臣立委哈，来跟咱那里举办这一次。现场有我们杨琼恩立委，还有我们慈济宫我们的主委哈，还有丰阳国中校长，欢迎。是我们蔡瑞昌丰阳国中接见我们的场地，感谢他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看向我们前方的摄影地头，12点钟的方向。对，我们看向前方12点钟方向，我们来进行的大。还有左手边，我们左手边的朋友没有顾到，我们要看向10点钟方向。10点钟方向还蛮多朋友拿着摄影镜头要拍今天大家难得的大合照。好，那台上的贵宾很多，我们是不是要请马前总统？要不要跟大家跟我们12K还有21K 的选手再勉励一下？我们地上来去，好，小心小心你们的脚步跟你们台阶。
机会哦，大家可以跑上国道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经验。那看一下十二点钟方向还有吗？有没有？我们还要看一下我们左边，有没有？左边、右边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喊一次口号，待会我喊完之后，你帮我喊个赞，好不好？2023国道四号丰原潭子段偷车运动嘉年华，赞！哇，好开心，待会就要准时出发了。十足的运动跑者准备要上我们的国道四号了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摄影朋友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请贵宾，好，还有我们的长官，同样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方，因为待会我们要